刚上个圣诞节。现在应该好。老子上代，哎呀，这人都发脾气，你去辅助啊，彪。嘿嘿，你不玩都可以。你去辅助啊，彪。别敢相声啊！你听话啊。你出那个辅助装，你先出一个。你先辅助一下，委屈你了今天。啥？你去辅助。你辅助先，你出个辅助装，听话。你辅助。你辅助，你木兰辅助嘴六，我知道的。快证明一下，别扯。你辅助就快点。天天开眼，你就是没声音吗？啊。啥？他们说听不到我说话你了。刚刚是不是开语音了？开那个游戏语音，对呀、一开就会没声音。啊。那又咋有声音啊？你重新关了，重新开一下，这不，好，你欢迎辅来助去到了，王者荣耀。看谁先到下路就谁不辅助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快发起跑！进攻，全军买双出鞋，击。我鞋子忘买了，我去。哦，他辅我助。买了包了，谢谢。那我走下路，一人一起走，好吧？两个人打一个，我说话没声音吗？你们听得到吗？两个人一起打他，好吧？他出来，我们先把不对是面，他游戏语音是不不是？是，我们先把对面蓝给偷了呀？咋说？是不能开游戏语音？对呀，打他一道技能，等一下他过来打兵的时候，点下去他们。那待会儿我先把直播关一下，然后再开。过来呀！我把直播关一下再开，你要不回家干嘛？你送人头啊你！我把直播关一下再开，要不然没声音。我重新开一下直播。哦。哎呀，我放到技能了，凉了，我要凉了。我不能放一的打分。哎，他蓝了，出。我去，你个小鬼，敢劈我！快跑！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们？可以啊。我重新开应该能听得到吧？过来，快过来！要不然他叫了一个关羽。现在好了是吧？啥啊？你这技能乱飞，你这补刀都不补刀，你这讲相声呢？哎，打他！没技能了。那先 A 他几刀再说。点回来了，快跑！你这闪现有点快哦。你这跑得有点快啊。勾引一下。哎，我的人头呢？我直播先，偷偷的不跟他说。出。啥呀？到底谁辅助啊？你辅助啊？那我去游走啊，我不跟你说。那我辅助，我去抓人了，你下路。啊！我辅助。我去抓人，你辅。我抓人，你抓不到人了，你抓不到人了，你去，你去。你不要先的谁？快沉默他！我抢不到人头。你不要，我也不要线，反正你不要线都可以。小兵打掉他，那给小兵看了。这人又惩戒过分了，他要过来了，快！行，你别死，给我。我又不吃，我蹲他一下。走中路，等会儿去断线。那护一下你，我怕被你被杀了。等等我，
马上到。哎，这人咋知道我的人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人都给我。不是。发起进攻。对，我认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人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跳起来干嘛？哎。柱子。You have slain. 别讲相声，龙之标。兔女郎，可爱呀。怎么可能？收到。蹲到一个。不吃香了。啊？你不知道不吃香了你？给兵吃啊。哎，越塔杀了。哎，我也被卡没掉。你别讲相声了，我。阿彪，他没技能了，你在彪往天上甩的。那肯定，我花木兰贼溜，给你什么可以吧？你过来。来了。削他，削他，削他，看我这个，我感觉他会砍我。开吧，抢个野怪就跑。我要回去。我。哎，他是不是要打我呀？哎呀，我好累。赶紧小老弟睡觉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花木兰，其实他有事。回家路上，哎，哎他呀，发起进攻，啥呀这个，这又没抢到啥。哇！这么准！不是清楚哦。不应该放那个二技能的，凉了阿彪。你凉了。两点钟吧，对，然后晚上再播。没带好。机会了，啥呀？敌干好一点。你在说啥、啊？我说我刚才开高清了，现在开超清，画质会不会好一点？你开这么卡不卡的？啊？你开这样不卡的？有一点点卡，有一点点延迟的状态。我感觉你没存在感、啊。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。
讲，那就行。那就行。看手感。谁嚣张？他一直说。怎么能超过你？哎，终于有个蓝 buff 了，好玩，行。啥呀？是关羽想打我。我操！你咋凉啊？你咋这么多钱啊？我只有最低经济，我成辅助了。你本来就是辅助，那你吃钱不吃？我这在找钱。这有点过分了，龙队长。哎，有蓝 buff。没有陆兵文的话，玩东皇肯定是不太好用的。为啥？没有符文的话，就玩那些顺兵比较好。为啥？因为就后到后面甩技能就好了。那东皇不是有二技能也可以甩？啊！小学生吧，完全没事。这栋肯定是我的。去那个。哎，东哥，东哥。江西小老弟。玩的黑不黑啊？我凉了，我进了二级的房子。哇，那个雨后有点凶残。阿彪，你咋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你。哎呀，笑死我了。哇、哦，五杀了猴子妖。反正没漏符文的话，今天就是玩那些辅助在后面丢技能的嘛。大乔啊，或者顺兵。艾斯特。都会比较好。溜呀，江西小老弟。江西小老弟。真。我出个辅助端，我是辅助。什么？我说我出辅助端，我是辅助。你别演了，你不敢翻了，你都在看些啥？回去直播，等。下一波，你就再见，我去直播。你是江西？哎，给我个蓝，我给单鹰糖。好。这里有一小野。好，懂你意思。我去给你试野。哎，加入。加入。线了，你咋不带线啊？你在啊？你不是有小野啊？我都懂你意思。
不走，还不要，咋说？小的。凉了呀，还不要？哎呀，我咋被冰打死了？六，六，谁复活了？三个，有典韦你打不过的，哎，宁子小老弟送我礼物，小老弟，这个江西，老表，老表，江西老表还是？打我呀！咋就这种情况了？什么情况？你跟我解释一下。江西老表家里肯定有矿，江西人。肯定是你在养啊。谁呀？你去泡啥？别吧，你这个。甜蜜旅行有点牛逼啊！素质良心。你知道你是刚说什么吗？品质没太高。你知道他刚说什么吗？他说他要去山洞里凉快凉快。咋一棒子就被我吹掉了？过来过来，跟着我。跟着你跟着你。我操，跟着你就没有好东西吃，我要跑了。不是，咋没人过来？我不是来了吗？哎哎哎，阿彪阿彪，这个东西是啥东西啊？你帮我一下呗。还有佛脚，肯定烂呀！哎，没了，我还换个霸者回点血。咋就赢了？几点了？我去把那个宠物关。再打一把。还可以玩一把。你等下干嘛？我把这个弹幕关一下。我说你要待会要去干嘛？我去有事啊。那不是又要单排了？单排不是更好玩吗？谢谢谢谢。就等你躺了一把了。你快点哎！啊，哎，这么早睡觉，午睡。哎，这也不得劲。这宁这小老弟他不捕食他。他网络不行，还有的搞，没得搞啊，有啥搞头啊？阿彪，我看一下，又要去有点事情。进了进了，你还有没有的搞？有的搞啊。我们远哥就跟。搞啥？层层买房，六，随便搬一个就好了。把你
白天给他搞掉。为啥？不想说。逆袭的猴子，不玩过。哎呀，这人说话语气好恐怖，同志们。我就心寒的了。啊？我就心寒的。尽我力。笑死我了！哎，笑死我了！笑死我了！阿彪。五楼你挺牛逼啊。我不想说话。哎呀，要是把我笑死。边路张飞。高铁。你边路大乔啊。啊。那我边路张飞。你来我上路啊。哎。啊，怎么说？啊。我们俩一起走上路。我带个露名吗？没有，我都没露名吧，你带露我法子不管呢。嗯，我肯定带露名啊。还是伯爵啊？不知道啊。这边没有，这边三个法师，这么牛逼。对啊，我买辅助装，你就别买了。嗯，我不买。我发现这个大乔不要皮肤还好看一点。要皮肤呢？啊，这皮肤不太好看。你这个没皮肤贼丑。我买不动。什么叫差距？你跟我。我学三技能的。你不是给我牵条线啊？上去拐他，你看我们俩这样子肯定他肯定知道。你上去拐他。走啊。哎，打他一下。搞钱搞钱。走。这 A 个兵咋这么慢啊，费劲。啊，拐他一下。哎，别接别接。哎。你这个没默契啊，我给你套个盾，上去打他 A 他。好，我给你丢个技能上去打他。我帮你拐一下，你上去打他。我没带路，你别吸啊。我吸啊，我躲技能，躲技能你懂个啥。你上去 A 他。给我二，给我二，快快快。哎，你咋回去了？我拼了个啥？你这车有点不稳、啊。快点！等下给我丢挂机了。你先回去。我放个一，放二。我先把剑吃了再回去。你先回去，我吃剑。还要不要回去？要。这个帽子没挡啊。啊。我出什么装备呢？出了这个吧。你出漏啊，你出漏。我出法。忘记了。五。等一下，有炮射手直接塔下放个大。啊。怎么可能？
你等下。以后这就你再吼大，我就甩大。对你甩大我就开大，然后回去再，懂我意思吧？我操，这人干嘛？他没闪大，中了。嗯好，你62。我先给你登个号，实在不行你就回去。六啊，兄弟！你这过分了，骗我！你等我复活再甩他，你个猪！等不了，等不了。过分！对，走过来。我去中路，happy 一下。你别演了，你。我说你就贼喜欢演我。上路干一波，啊，有没有大？有的，你回去。我满血叫我回去干嘛？我怕你抢人头。还好没抢，你走过来。8月中旬吧，哦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别怕他，他就拐他。他咋暴击了？他咋又没闪了？我杀人。西西他有事情了。他几个人头了？3个人头，这小鬼头。给我打个蓝的。你别动，我叫你放技能就放技能，我你放三追，3、2、1放三，五，来三五我又到了，这个兄弟，人头。人头，人头啊，给我二。先打到他你。你叫我什么技能导弹？你跟我说。杀狼先上吧。你别在里面。我要人头，要不要回去？要。打。你咋？怎么过分了？他每次。回家都不带我的，我再出个面具，你出回响，出面具，这把出回响，对面你看没漏的，啥呢？你去哪了？我中路，中路有大吗？中路5个，你有没有大？有大。你吹个蜡，好，啥呀？反正是啊，进去砍塔，进去砍塔，快！快吹过去啊！打后面的这个先。有刀了，上路，塔掉了。上塔，买武术鞋吧。你呀、你咋不出漏啊？我出漏了呀，上了一波吧。你就等着我在上路，别去中路了。我不想去中路，那你去。我没去，还打我？没事，有账吗？过来。给我放二，六啊！你这浪费。我推塔。你就先去扛他，不大，我给你二。好。大打不急你啊。不知道啊。中，那我们去下路吧，上路没意思。来下路啊。啊。
咋出到那个军团呢？你买了辅助装备？买了。你不用买，我买。我们打起来了，我去救一下他。别去。你扁鹊先回去啊。下路。我把这个扁鹊。他。下路线带过来。过来，给你调个盾。我先不露睡了。你这样子别人都知道了。好。哎，没有了。你不是跳进去吗？来了。给我。没有。你再传过来。好，我操，过不去了。我被武则天大刀给干掉了。下路。你哪个不出装备？没 CD 啊？那中路干一波。待会，你直接吼他，直接吼。我给你甩个大，你待会扛回去。我咋没回去啊？你每次都不回去是别的意思啊？啊，你这系统不让我回去啊。那个猴子还想回去，想多了。那我们回去。先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接上路线了。没有啊，回家了。我跑贼快。你看我跑得贼快。跑那么快干嘛？有阿吗？有啊。过去。对。喂，这控制有点多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呀，有点尴尬，走一下位。我帮你报仇吧。我们俩就在上路。我都在上路，你自己瞎鸡巴跑。你会死的，你这样。快救我！开个大！快，飞过来！哎呦！老子那不救你了，把你脸都刷了。跟着我。走，开视野。我去搞点钱。我也大了。那我刷个大。我要把八张大给我。咋又抢了个人头啊？给我二。哎，我咋活去了？你飞过来，他们早就飞过来了。他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吗？上路啊，你不是说好上路，你咋跑中路来了？中路被打了他。你别管他，你。哦哟，这咋这么远啊？救你了。哎，啥四川省省级大桥，你我一般水平啊，我感觉。哦，这队友有点。那个鸟他找我了，你跟着我。你，我想跟着你，他砸你，我没办法。你给他拐一下也好。我让他砸是吧？砸我这是商业性开发，你懂不懂？啥不懂？讲相声，你这个东西。
开大开大，我直接过来有大招了，开大。不开不开。快点。别浪费别浪费。快点。不开，你走过来，你捂住鞋。我，你把冰给吃完了。上路啊上路啊，说好了上路。走走走。要不中路来个五零。别了。死了，我有减速的，看到没？再见。我救你一下。再过去皮，要不要我好不好？你过来娘你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咋凉了？人头先让给你啊，哦这样啊，那你早说嘛，你不说我咋知道你的想法呢？哎，打不过。又上一个升了，快跑快跑！这一个大猩猩，是不是把你们？去下路吧，我们两个要。好好好，上哪拆不掉了，感觉去下路吧。走走走。他在开大路没？没有，再开了，再开了，再开了。别过，你过。你带下路线，我过去丢了。没了，龙头。他就是二技能三级塔龙的。完了，队友心态被你打崩了，那个王天。谁的？都开始投了。给我大，给我大。别浪费我大呀你。你大到几秒一个？你自己说。20多秒。那不就啊？你过来下路呀！你别去中路啊。你有大吗？我给你开始，你听线。哎，你别回去。看好位置。不是你不是下不了。你推啊，我给你开视野，你去清线啊。打起来这里。我先回去，你上啊。别急啊，队友都没过来，你叫我。我过来了。真的用，我一个大五个，快快快，看我位置，我这边哦。你二呢？二呢？二呢？你来呢？我被这个单连这个二技能打死了，你别叫啊你。嗯，打死这么。叫我我就凉了。这龙子还是会赢啊，是不是要翻盘的节奏？听到没？黑龙，黑龙，不是被龙咬死了，张连那个二技能。哦，你咋被他咬死啊？啊。对面咋这么多法师啊？你先别去啊，我救不了你，我现在。我有胡子，嗯。要开大吗？要。我去你妹的！回去，给我二。你别把别的胡子卖了呀你！哎，笑死我！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到这里跑。笑死我了，好快！
莫名其妙的，给我啊。啊，你先别回去，没到，几秒？要点击再回去一张，好吧？我这怪好。哎，你俩先回去这边，这边。哎，终于杀个人头了！哇，别怕，哦，又是一个人头，我操！这个人，哎，又是一个人头，有状态没？有，你看我多少血？那就一波了。看好位置。走啊！五个大猩猩，哎，谁走？还得再打一把。你真厉害。别扯。拉我！等一下，手机好像，哎，我单 PP，你这个太坑了吧，彪！我伤害比较高。你看我去。杀手机吧你！我咋知道啊？快拉我！拉了，我去厕所拉你。素质。他自己叫我拉他，素质这点小老弟，冷指标，检票，猫猫可爱。火焰成熟一点，阿金。别扯。进来。成熟一点。爸爸，我玩大乔。对，我玩了。进了，行啊。进了。欢迎。这么玩大乔，文静。我玩。你搞个打野看一下来。不，没意思，我这号没打野。怎么被大乔好玩一点啊？我说你呀。不好玩，没号，这号没。啊，马匪、老虎、马虎都行，大哥也行。陈小金吗？啊？
行，你怎么样？反正我个真的。哎，点错了。又开始演了，我发现你这人没得搞了呗你。点错了。赶紧给我下车！你这个车不稳。啥？重锤都搞出来了。你别讲笑声。点错了。对呀、啊，在打钻石的，这把要凉，我感觉。怎么可能？他放二，我放勾，把他们的，我们把他们的红给勾回去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不是，你勾的时候我一级血二，我给你丢在那里，然后你把他的红勾的水进去。嗯，好啊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勾不勾得准？勾得准，勾得准。你只要放好，我30秒那个，你提前放，你知道吧？我大4秒啊，我大概26秒放。对。我26快到27的时候放。对。好。别勾不到啊你。你只要你放的好，我就勾得到。行行行。走。听着我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现呢？学了技能了。嗯。高红。现呢？我没鞋子，有点慢。好了。快，你在那。放。放了。哎。红呢？啥意思啊？打掉了他直接。嗯，起来，起来。先不要了，先去来。没事，我先吃。给我二。够。啥呀？你帮他打呢？你这个圈底下看不清楚啊。你在草里放二。你帮他打干啥？够不到，上喽。走。放。行不行啊？这个。你别讲相声了呀！这掉到哪里啊？卡哪个时间差？你放二。哎，啥、啊、你？他不过来。你也别回去啊你！你他不过来，你也出来、啊。我被打了。大哥。哎，过不来。都不回来。什么时候改的？我上喽，你看他们红，看一下能不能勾，你放二，放了，走，我回去，回不去啊，麻烦你
你玩训练营，这个东西。那我就要杀人了。方二。投他，投他。狗不回去啊！不行不行。没事，投他了啊。咋回事啊？他不打了，他这个吧。打他人啊，那就。快快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再过，快，过过过过。没了，没得搞，没得搞。那我们就下路搞一波。下路搞一波。哎，这个闪现干他，快快快快快，给他吧。哎呦，没得搞了。哎，我咋哎，回去了？开大！没了，你大人？我不怕了。什么放假？他们家有红刀，高。我给你这个，哎，没没了。刷呢，哎哎，人头。5秒，6秒切光，6秒钩那子，以为你勾着回来啊？钩子回啊，先等着，勾他，这咋没用哇，没啊？力啊！这鱼它有被动，这猴子不回去啊？咋回去啊？懂不懂什么叫坚持？总有一次会成功的，我跟你说，反正总有一次会成功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们说改了，没有了，啊，修复改了，了，对。就算改了也会成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跟我一直勾。那你再放个二。走，先找到人啊。勾兵也可以啊。勾人勾兵也可以，那上路上路。放个二。我先待会扔这里，你勾，扔这勾这个狄仁杰啊你，我个人头，都是我的，哎，啊，那谁是我？你过来，哎，我怎么没别，过来？再见。救我，放个二，放个二。没有。你这有点过分，叫我救你，你自己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回去了。你别扯，你就是不想，就想卖我。先卖你。你都不分析局势的。你二级了，可以。勾他。勾。我那人头哎。你大招咋用来抢人头啊？没事，飞得快。快勾。把它卖了，下吧。我去拿了，哎，把 CD 太慢了。拿给我，我有那个 CD。别讲相声啊，我们要。你待会把狼扑回去，我先给你丢个。你勾他，勾没他。有勾了，哦。你放勾二级了。走，带你，
把你喊。过分啊。人呢？你先进去勾，你进去勾，我给你甩大快。好。哎，笑死我了。没事，跟他们对着开。上上上。他们有人会跑。中路中路，高地要没了，二技能二技能，加都没了，他们打三二牵扯了，快快快冲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都推我高地来了，亏了亚皮这不？快快中路打电梯吧！你都不分析局势的龙之标？过来，你带我进去扛，我给你甩大。快，你进去搞，进去搞！我进去搞了。这个岩浆有点冲伤。回来，回来。猴子打回去了。我咋凉了？几秒啊？几秒到？快跑，把他卖了。你咋这么喜欢卖队友啊？打 buff， 打 buff。我没技能啊。数字完全走走走，你进来了，哎，他有名刀吗？没有，他是有，先回去这个人家打过来吧。哎，我太前面了都。哎呀，你咋跑那里去了？讲下子呢。哎呀，走位，我去。六啊，小弟。哎呀，我没技能了，没技能我就战略性撤退，不是卖他。你在讲下子，你知道吧？我像那种卖队友的人吗？王健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咋办啊？凉了呀你！突然跑！我给你甩个大船过去。嗯。看他们开龙没有？没开。啥像啊？王健，你就说老实话，我是不是那种卖人的？像那种卖人的那种，我感觉你像那种蓝 buff， 我觉得你像是那种冷贩子。哎，我在打狼，你这队友干啥呀？我上去磕了。你像冷贩子。难道又要我拯救世界了？等一下，我这把打好要出去一下。哎，下路塔。我先清中线，你先接下，别死了。怎么可能死？别死了！我先大闪过去再说。我在出帽子。痛啊，龙之标，咋办？卡尔卡技能五，龙之标你卖我，你就。一个大招把他砸死先。你开一，追他三技能。你平 A 他。我不想 A 他。狗他。头。没事，还有10%的电了。大龙，大龙节奏，几秒大。啊，5秒，等你复活我再救。我也这么觉得。直接开。上面有波线啊，他们会不会把我们，他们会把我们偷家给偷了？
三秒。我家都要没了。不要怕，你咋凉了？不要怕。六。不要怕，自己都凉了，还叫我别怕。对呀、啊。你战略性死亡。打来，快点！打来！好。哦，这猴子！请求集合。这猴子上，哎，这有貂蝉，救他！杀了我的，勾他我都。我飞得比你还快。别扯。有。猴子，这狼狗，咋就赢了？你这有点抠脚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又带你躺了一把了。嗯，那大乔有点抠脚啊。我们才15个伤害，怎么这你烂 MVP 啊？这个是龙子兵，还打不打你？我要出去一下，等一下再给你打，回来再给你打。啥时候回来？嗯，应该弄那东西应该要一两个小时吧。那我先当排去了。嗯，我先下播了，拜拜。抱抱，先给吐了。应该要下，我要晚上吧，我也不清楚。有，我最好赶快就赶回来，弄好就回来。噔噔噔噔，我先下了，拜拜。玩边境吗？